多看有趣的文章。如果你的脸本身就很有喜感，恭喜你已经成功了一半。学习一个技能，培养一个兴趣，针织小丑鱼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去一趟基隆八斗子车站，走出车站，美丽的海景让你容光焕发，八斗子车站等人文历史让你增添文学气息，找个地方摆出你最帅的姿势，恭喜你已经成为一个有魅力的男人。男人喜欢有品味的女人，听古典乐可以增加你的气质。海科馆你好，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，你的导览已预约成功咯。谢谢。时尚不只是一种态度，更是你的一部分。多接触时尚相关的事物，例如海科馆的刊物就是很时尚的读物。参观潮间带，细细观察潮间带各种生物的生命力，你会对生命有全新的体会。海风吹过你的发梢，望向无际的地平线，恭喜你已经成为一个气质动人的女人。走一趟海科馆荣轩步道，远眺开阔的风景，享受大自然的魅力。美景相伴，什么好事都有可能发生。鼓起勇气，开口说第一句话，开始这段美丽的旅程。先生，你来了没啦？哦，抱歉。从荣轩步道顶端瞭望基隆的美景，恭喜你们，下一篇章节已经展开了美好序幕。